总裁，坐吧。看你的神色，昨天晚上想必没有睡好。我一夜没睡。可以想象。你想清楚了？做决定了？想是想清楚了，不过我还是想跟总裁商量一下。不必商量，不管你有没有结论，这件事由你决定不如由我自己来决定。让我告诉你答案。总裁，我不像你，有的事情不能优柔寡断，犹豫不决。你辞职吧。如果你真是一个有心人，昨天晚上你就应该答应我。再不然，经过一夜的思考，答案如果是肯定的，那你一进门的神色就不会是这么颓丧。那么，难道就没有一点商量变通的可能？没有。你既然不是心甘情愿地娶我女儿，勉强结合只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，不如当机立断。总裁，应该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机会。我给过你，可是你并不珍惜。离开我之后，你也许会重新思考，也许才会发现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。在现实社会里，没有财富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你什么都不是，只能糊里糊涂的混完大半辈子。你自己说，我的话对不对？只要我肯奋斗，
将来也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你没有机会，何况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啊？除了长得好看一点，你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哼，你能奋斗什么？我给了你一个通天的梯子，你不肯往上爬，却偏偏在泥巴地里打滚，你也只能是这样的材料。普俊，好了，别给我争了，你走吧。过去你所欠我的，不管是情也好，是钱也罢，我一概都不想要回来了。今后你自求多福吧。总裁，我还要去开会，谈话已经结束了，你去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，在你来之前我已经通知他们了，请吧。你总不至于赖着不走吧？再见。会在对面的大楼里买一间豪华的办公室，一户300米的住家，最漂亮的装潢。那我有吗？只要我有，你就有。对，你有，我就有。你是一个孤儿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家，没有事业，没有钱。可是你又渴望出人头地，这些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愿意答应娶我的女儿为妻。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在现实社会里，没有财富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只能糊里糊涂的混完大半辈子。你自己说，我的话对不对？偏偏你只是一个卖假古董，假字画的花心大萝卜。你错了，我现在是一家国际投资公司的总裁特别助理，我有我的事业，我有我的未来和前途。小子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不管你做什么干什么都跟我没关系，哪怕是你做了皇帝，我还是瞧你不起。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呢？除了长得好看一点，又有什么过人之处？你能奋斗什么？我给了你个通天的梯子，你不往上爬，却偏偏要在泥巴地里打滚，你也只能是这样的材料。
妈，医生说明天动手术，晚饭以后不能吃东西。我懂，我知道，所以我现在不是正多吃一点吗？妈，对不起，没事的，我果然我来，我来，我不会，我来呀、谁说你笨了？在妈的眼里，你是最聪明灵巧的。妈，如果没有你，现在谁在为我粥吃？谁在我身边陪我？你小时候，你爸爸临走以前，总是为我们两个担心，担心你一天天长大了，谁来照顾你一辈子，也担心等我老了，谁来照顾我，谁来养我。现在不就你在照顾我，你在挣钱养我吗？现在想起了你爸爸当年的担心，全是多余的。妈，我还是没有把你照顾好。胡说，换做任何人，谁也没有你更好。你是妈的乖儿子。妈，别哭了，来喝点粥。来喝点粥。来，好好，好。小霞，放学了。先忘过来看看妈。妈，我给你带了个苹果。我先给你削削皮。哎呀，医生交代手术之前不能多吃东西。妈，明天早上动手术。妈，这两天阿甘也真够累的，今天晚上我来陪你吧。不行。奇怪，妈还没说不行呢，你为什么说不行？前几天你自己说下礼拜一期末考要读书。妈，你瞧瞧，阿甘的记性真不错。就一个晚上，让我换换你，你休息休息吧。不换，我不累，读书要紧，好好考试啊。
妈，阿甘说的也对，等你考完试啊，陪妈的时间还长着呢。先坐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回家啊。嗯，那好吧。飘雨的夜晚，走在昏黄路灯下，远去的声音如何才能听见你的回答？轻轻的夜风传来你说的那句话，撑着一把伞，你说你送我回家。小霞，珊珊姐，阿甘在不在？我妈住院了，要开刀动手术，阿甘在医院陪我妈呢。你找阿甘有事？其实我不是完全找阿甘，我只是想打听一下有关普俊的事。普俊怎么了？我已经连续两三天见不着他了，打电话没人接，去他家他也不在，我很担心他。我想也许阿甘能知道他在哪里。你是担心普俊出事了？也许他最近有点反常。普俊最近也没来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医院找阿甘，顺便我也看看我妈去。嗯，谢谢啊。妈，珊珊姐来看你了。阿姨，哎呀，我这点小毛病，劳师动众的，真叫我过意不去呀。我一直不知道您住院。来探望您是应该的。哦，听说您明天早上动手术啊。阿姨不要想太多，阿姨是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珊珊啊，阿甘，我来看望阿姨。阿甘，珊珊姐有话对你说。阿姨，我有些事情要跟阿甘说。你先好好休息啊。好好。妈，
珊珊，什么事？你最近看到普俊了吗？没有，好久没有看见他了。他是不是离开那家公司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先辞职的。我担心他可能出事了。出事？出什么事？我不知道，只是莫名其妙的老为他担心。他从来没有几天不跟我打电话，不跟我联系的。妈妈住院，我不能离开，要不然我去找。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跟你打听他。如果普俊跟你联系或者打电话的话，请你转告他，至少他得给我打个电话。好。哎呀，你今天是格外的漂亮啊！小子。啊，哎，好好，满上满上，满上。这个是太幸福了，好美啊！不行啊，快让人给照了。哎，晕照啊，这个。这个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再给我来一杯。香姐了。这个是。先生，一个人喝闷酒。先生，要不要我陪你喝呀？不用，最好别来烦我。哎呀，我要的不是这种酒。只要你请我喝酒，我不烦你。哎，当然了。先生，给我也来杯酒。哎，给这位小姐来杯大酒。好的，先生。是啊，请。谢谢。你真的不要我陪你？你走吧。来，喝一杯。来，大哥给你接来两杯。哎呀，像你这种心情不好、情绪低落、借酒消愁的人，我看得多了。其实啊，甭管快乐跟痛苦吧，都是自己找的。哥们儿，帮这位大哥把酒满上。好的，我请客。不用，我自己喝。嗨，何必客气？在哪儿不得交个朋友？一杯酒算什么？我请。我姓辛，朋友们都叫我辛老四。来，本姓你一杯。贵姓？贵姓啊？可以啊，幸福。我看普兄的气色，心情简直是坏到极点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倒有个好办法，可以让普兄消愁去闷。这烟您抽过吗？
你自己做的烟？没错。今天不喝醉。哎呀，这个烟呢，有个名堂，叫做消愁解闷快似神仙。怎么样？抽口尝尝，我请客，免费。好，再见。要你说的对呀、啊，老兄，是这么回事。要及时行乐啊！没错没错，我本来啊看这个世界是黑白的，现在啊已经变成彩色的了。人生嘛，不就这么回事嘛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只要想得开呀，这日子就好过啊。这是我手机号码，有事打电话给我，24小时全天候服务。来来来来，走。陪着妈啊！我知道这辈子你会永远陪着我。只可惜我年纪比你大，会比你先走，不能永远陪你。妈妈能活100岁啊，妈，100岁啊。
小哥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刚才去病房，护士说阿姨已经动完手术，正在加护病房。手术还顺利吧？你是说顺利？要到下午2点才能看妈妈。吃饭了吗？我不饿。你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啊。我真的不饿。我饿了，你陪我吃。
小哥，你回来了。你身上都是酒味啊，今天喝了很多酒啊。今天是多喝了点儿。我喝酒为了赚钱，有人赚钱为了喝酒，人生就这么奇怪。真不知什么时候我只唱歌就能赚钱，不用陪酒。阿姨还在加护病房。对，阿根，你是不是在想妈妈？妈妈，请敲开梦的门，让天使陪伴鲜花盛开，围在我身旁。梦境里那地方，风是那么的美，就从来没有烦恼和忧伤。星光天上，地下照在我身上。遥远的那地方，是妈妈在说话，那闪亮眼睛温馨又慈祥。告诉我爱何时再来，我愿去等待，默默祝福中普俊，快开门！我要睡觉。你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有事啊？你不请我进去坐？家里乱，像个狗窝。我又不是没见识过，我曾经还帮你收拾过，你忘了？那你进来坐，我去洗把脸啊。几天不见，你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大清早的来敲门，就想跟我说这几句话。大清早？现在已经是中午一点了。普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前一阵子你容光焕发，积极上进，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颓废？还有，你怎么不上班了？谁说我不上班？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，请假。好，就算你人不舒服，为什么连一个电话都不给我？我打电话过来，你也不接。你究竟逃避什么？总不会是逃避我吧？谁逃避了？我真的是不舒服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你别胡思乱想了啊。好吧，但愿这一切都是我多虑。我是利用午餐时间过来看你的，我还要回去上班呢。哎，珊珊。嗯。哎，我什么事？啊，我，你这，你的手头不知道方便不方便？你要用钱？啊，对，我有个朋友出了一点事儿，把我身上的几万块钱全都给借走了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先帮我周转一下。啊，我身上带的钱也不多，只有千把块，你先拿去1000够不够？啊，可以啊，过两天我就还你啊。谢谢啊，真不好意思。普君，我们这份感情得来不易，你是知道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希望你能坦白地告诉我，不要把我当成外人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把你当外人呢？那我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哎，你也一样。你曾说你要带我去看看大海，风中你说要等待，对我说人生旅途漫漫苦尽甘来，我应该知道忍耐。尽头。